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以场赛事五班千二米嘅短途赛八大热，明月星辉，王杰举起。王琦已经举起了，哦，一跳出来的时候威水武士少少慢，前面快的银城福星应声弹出，见到大外档全胜姿态喳喳声走上去，第三位内栏香港世益，出面还有这只不忘初心，中间白三第五威乐无极，外面红三就大湾区，再马林中间六三日东升，埋面渐信明区，再内栏位置一路骑住就是威水武士，一路要顶住条栏被他顶到，尾五位置少少勒避，那只就是明月星辉，有少少抢口，内栏位置金钱怕少少过咗佢，后边三只雷超咧越跑越好啦，包咗落尾咧就嗰只双黄旗嚟噶。好啦，咁转弯入直路咁滞啦，银城福星扣住入嚟噶，跟住第一位全胜姿态啦，第三位香港世益乐无极，第四啦内栏仲有威水武士啊，咁啊再见到中间咧，咁啊有不忘初心啦，咁啊响个马林入边咧就渐信明区啊，咁啊一路叫唔到出嚟，嗰只明月星辉唔肯过马，外边仲有日东星追紧，斗到嚟最后咧二百零米，全胜姿态透出咗啦，埋变位置系。嗰只银城福星啊，香江世益上嚟过佢，再埋边位置做金钱炮，外边越跑越好，接近终点，全胜姿态赢，跑第二名香江世益啊，第三名越跑越好就似乎压住咗嗰只咧金钱炮，就要影相啊，咁啊结果呢只全胜姿态孭住好重磅啊，130磅，宝足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，蔡明少赢啊，香江世益第二，第三名越跑越好似乎压住嗰只金钱炮啊。哇！人好輕鬆喎，呢只三毛嘅全勝姿態啊嘛，蔡明少嘅方家柏啊嘛，36倍嘅冷門勝出啦。跑第二名一號嘅香港世益啊，史卓峰第三名，二號啊呢只越跑越好，李敬國第四名，就四號嘅金錢炮何澤耀，即係全部重磅嘛，一二三四啊。好，三號全勝姿態啊，方家柏同蔡明少嘅組合。佢嘅姿態真係全勝嘅咋，幾輕鬆。有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啊，就系三号嘅全胜姿态啊，独赢派366.5，位置派79蚊。跑第二名啊，系一号嘅香港世益啊，位置派17.5。跑第三名咧就系二号嘅越跑越好，位置派44蚊。连赢位一搭三派1179蚊。三重彩三号、一号、二号顺序派22226蚊，单 T 派4026蚊，位置 Q 一搭三派378蚊，二搭三派459蚊，一搭二派172.5。跑第四名啊，就系四号嘅金钱炮，一二三四名翻晒嚟，一二三四号啊。好啦，咁啊，方家柏话，咁啊啱啱就唔舒服啊，星期三嘅赛事，咁啊今日见到啦，咁啊先入场啦，方家柏啊，发高烧啊，星期三。好嘛，人事必获利啦！今日赢呢匹啦，全胜姿态。三拣一嘅预计派彩啦，咁啊呢一场开 A 三其他冷门啊，派28蚊啊。四连环预计派彩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咧，派10248蚊。
四重彩预计派彩啦，三号、一号、二号、四号顺序咧就派273,704元啊。阿明少啱啱星期五就生日啦，今日都有翻份生日礼物啦。嗯。近排都几多骑练都陆陆续续咁生日啊。七月就是啊。系啦。永辉就系啱啱星期五生日啦。好啦，巡逻影片睇翻啊，二档啊，威水武士起步慢咗，今日零零丁丁就落后咗少少啦。其实出边阿蔡明少好快闸啊，即刻吸到埋嚟就系全胜姿态啦。咁啊，跟住嗰只银城复式一齐放嘅，都放得唔快啊。入边内侧就系香港世益，中间就落无极同埋不忘初心啦。但系我当就大湾区，咁啊中间位置就系日东升同埋渐信明区嘅。咁啊内栏先至见翻威水武士啦。咁啊尾五位置就明月星辉都有啲斗啦。内栏位置就金钱炮，尾三位置雷超，尾二就越跑越好，包尾咧就双黄旗。呢场步速唔快噶，两场加埋都比标准慢咗三线左右，加埋个场地都改咗好快地，所以都属于偏慢步速赛事。咁啊，第二盘咧，你见阿潘俊咧都沿途嚟得辛苦噶，咁啊头嗰半段咧都见佢个头系咁恶嘅，咁啊加上直路咧就硬唔到出嚟，咁啊俾阿杨明伦系咁摁翻住个位，咁啊结果就冲得唔顺啊，翻嚟都冇嘅。咁啊呢场又好似前面嗰堆比较着数喎，咁啊跟得前咧就着数啲啊。唔知咪低班關係啦，都要再睇啦。咁啊，頭馬隻人都甩曬嘅，咁啊後邊追得多，最多越跑越好啦。咁啊，突然又升我三個馬位啊，全勝姿態啊！咁啊，跟住下一場咧就千四啊，四班賽啦，五班兩場都跑曬啦。又係潘頓大熱門啊！頭先都係搞唔掂只明月星輝啊！咁啊，再騎都係唔得。頭先都係高分嗰幾隻翻曬嚟。好啦，見到阿燕祥啦，第二場就復榜完畢嘅啦，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派彩啦，一搭三咧派378元，二搭三派459元，一搭二派172.5元。組合六人三揀一啦，勝出嘅係 A 三，其他冷門嘅派28元。四連環一號、二號、三號、四號派10,248元。四重彩啦，三號、一號、二號、四號順序又派273,704元。第一口嘅孖宝啊，头关六号尾关三号咧派1,043元，头关六号尾关一号安慰奖派75元。分段时间头段24秒48，第二段22秒36，末段22秒62，总时间1分09秒46。